排了两个小时，终于下了 highway， 居然 turned us back around， this ain't right。这个飞机还有两个跳伞的，不知道是彩排还是已经开始了。好 ，You can， 我们看完了，打道回府。Go home. We can go home now. 还在这边继续等，在天上已经看到有个飞机在那边飞了，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我感觉好像真的是要开始了。在这个时候彩排，好像时间已经过了的感觉。哎呀，我们只有在车里面看了这个，这个怎么办啊？你看，我们两个人在车里面拍。我们觉得我们来的已经够早了 ，Yuken， 怎么还在这个车里面在这边等呢？我们没事，没事。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风景。Here。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了，还没开进去。现在有一辆这个车不错，直接在车里面看，这个车帅哦。看这个飞机好大。这个应该是货运机，可以装坦克车的那种。哇，侧飞哦，帅。还是很帅的。马上准备下 freeway 了，排了两个小时，终于准备下高速啊，还要继续排。我们就在车里面看看这个表演吧，还是很壮观的 ，cool。这速度还是蛮快的。然后这边 parking lot 这边满了，要到另外一边去了，感觉哦，大家都在倒车。先问问，车子抛锚了，车主。车子抛锚，真的太伤心了。刚刚从 freeway 下来，到这边告诉我们这个 parking lot 已经全部停满，让我停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不知道有多远，是不是很伤心 ，Yuki？ 有。排了两个小时，终于下了 highway， 居然 turned us back around， this ain't right。把我们 direct 到这边来，大家就停在这个 freeway 的旁边。我们等于说就进不去了，是吗？这个车队全部都在这边等着，等了这么久，居然 parking lot 全部停满了，大家就停在这个地方。难道是要在这边看吗？ Airport 就在那边啊，不是那个 Air Show 就在那边。我想去看飞机耶，怎么办？怎么办 ？Yukin， 怎么办？等了这么久，这边已经有朋友拿着这个 lawn chair 在这边 camp out， 因为车停满了。这边不过看起来是还蛮清楚的，你看，起飞的地方都在这边。啊，哎，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地方看起来蛮好的哈、哦。哎呀，我们就在这边待着吧，好多朋友也在这边，都已经把帐篷都拿出来了。这是最好的 VIP 看台 ，right here， 看都多清楚，你看，六架飞机撞过来了，向我们挥手，就为我们这种连 parking lot 都停不进去的人在致意，你知道吗？多好看 ！Look at that! Look at that! So cool! 还真的蛮好看的。Cool. It's Air Force Base Show. 走过来找洗手间，你看这边，好多人在这边都有一个一个的这个帐篷，坐在这边在看这个 Air Show。不去和其他人凑热闹，
我看到我的希望了，我要去星巴克用洗手间。Wanna be the first who knows all of your deepest secrets. Can I be the one who wakes you up before you miss your ride? Cause I wanna be close to you. And I wanna show you something new. You gotta know. Every day I got your back, yeah, you can count on me for that. So put your hand in mine now.这个声音也是之后的。那声音之后，这飞机开过去了以后，之后几秒钟就听到这个声音响声。对，声音在后面，飞机已经到这边了。哇，这个帅！这边警察叔叔过来赶我们走了，你看警察叔叔在那边，看来这边是不能停车的，我们也知道，但大家都停在这边，因为停车场停满了嘛，进不去，但警察叔叔过来赶我们走了。 OK， 这边在一个什么公园一样的，大家坐在这边在看，找到这么一个地方停过来也是不错的，还有一个老火车在那边。飞机，发觉这个战斗机的这个声音真的是相当大。哇，这边还在放音乐 party 呢。差不多了，在这个太阳底下
正中午的这个太阳直照下面，已经站了快半个小时了，真的差不多了。后面虽然还有大概一个多小时的秀，但是我觉得 OK 了，可以打道回府。You guys enjoyed it? You enjoyed it? 烤红薯。太热了 let's get home. 要融化了 Later.